都是干净的。哎、欸，有花香。对，它有花香。6点就起来了，现在8点多要去台东。有没有带雨鞋啊？没有。为什么要带雨鞋？比较安全，会有蛇出没啊。那不要去。就咬一口而已。扯哎、欸，不要啦。今天的话，我们的预定计划是要带你去放网网，就等于说我会划船出去放网网之后了再回来。什么时候看网？今天早上，通常都会一大早，因为如果说有抓到的话，太晚去收的话，就是会被吃。像昨天，他不叫的。你要让新娘。不要，我刚刚说，太恐怖了。你要随时准备好，让我们看到让他弄就飞出去了。我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手要先抓着。不要顶不过啊！我过去了。说过错了。我要帮你吗？放网了吗？放网。撞撞撞撞撞！好，我不会动。已经放了，他刚刚把网丢下去了。哇！现在还要放第二个网吗？现在放。好大的浪，好大的浪！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放了，放了。放。就这样啊？对对对。这是网。他要漂在这里一个晚上，等待鱼进去，对不对？很大的浪。哈哈，这个大浪，超大。哦，蛮热的，谢谢你。欸、我帮你拖一下吧。好好哦，冲去哪呢？等浪，等浪，等浪，等浪了，冲冲冲！辛苦了，刚刚有一个大浪哎、欸，那个。啊、他在那个尖叫，都紧张了。我要照顾他，还要照顾浪。耶，人生新解锁。谢谢。啊，晚上还要打理，很累吗？看我们走的距离啦。之前带过一个客人，是他走了5个多小时。老天保佑，起码翻15分钟，15分钟出现一只山羌，杀了他。哦，你讲出来。不能讲。那好，那我们讲。我们就顺其自然的上山。三个男人。什么？哦，好了啊。这是你自己抓到的龙虾哎。就是我们今天放网那个地方，对，明天也有机会。人人乱都不是小了。哇，很好吃的，肯的，真的假的啦？没有这样筷子的。你跟大家说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想要打猎，抓到猎物吗？想要什么？好来，关妈妈，好来。你要是不想你的手棍都是干净的。哎、欸、有花香。对，它有花香。它叫什么花？月桃。是咬人手，它有细针在上面，痛的时候大概会痛一天吧。新鲜的猴子大肚。是咬人手的绝密。不会啊，它也会咬，但是它咬是一般人能够接受，去舒缓你那个咬人口的那个。没有。刚刚那是什么声音？三枪，这只刚刚应该是母，若公的话更大声。我刚刚黑熊。哪里？那个夜宿的母子啊，照常叫起来黑熊。最后你再看另外一个看见的眼睛，因为我们灯照的时候眼睛会反射，动物跟人一样，都是我瞬间用强光照眼睛后你会看不到，所以你在这5秒当中，你可以去看它的大小，然后你就选择要不要打。帮我照那边好吗？过去一点，这边，这边，刚刚有看到那个，对，这个很远光的。哦，我是看错了。这是山羌的声音吗？对，因为他们遇到危险后，他们就会这样叫。他觉得我们是危险。先来照，这边，你看到？5、6号线点位置有了，啊、有跑了跑了，只有跟着就可以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
错，打太高了。你往这边照，这边照，照。很奇怪，他是没有打到吗？难不成扳手不给我？对，我就开单枪了。好厉害哦！这是公的，厉害有几？教练，你的可能歪叫了，你的三枪跟你没打到三枪。这第二枪，你是打一枪就算。聊再讲，然后最后你想讲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刚刚其实想了很多东西，但我一句话都不能讲，嘴巴放干净一点。你现在背上都要名副其实，你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名副其实，不要讲话。我先把香香换了。哈哈，这边怎么快？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。你觉得还会有第二次？哦，不要讲话，打到一只就很厉害的，有一只就够了，还是要保育一下。你不要吵，赶快！你每次最烦你，你戏很多哎。他昨天弄你咋了？那三枪在哪里？三枪放在后面啊，妹妹，在盆子里。你要看吗？他说他们的这个男人一定要学打猎，这样才会得到这个族里面的纯性，学打猎。它什么味道？应该鸡肉感觉吧。最脆的，很好吃哦。你要先把它最烧到的样子先赶出脑袋。然后唱歌庆祝他打猎回来。孤单单的身影后，寂寥的心情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歌曲不多了。太好听了，超厉害的。感恩。你还会雨耶？会痛。走了。大家都一样死定了，我跟你们讲。快点！真的。全身都淋湿。我们会不会被雷打到啊？今天雨算很大吗？算大的。昨天浪不好，因为可能今天要下暴雨，真的是暴雨，很辛苦，雨超大的啦，大自然的一刻。它没有漏了，让你吃。剩下皮，它这个就是沙枣，对，沙枣真的会吃。哦，已经没有漏了，连眼睛都不见了。被吃空空的。哎呦，龙虾哎。对，它的卵很多呢。真的。海胆。海胆。为什么要敲烂？那边有毒，没有办法拿下来啊。结束了。结束，回去。然后夏天是都没下雨了。